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那么吸引着大家，吸引着我来到这里。我们大家相聚呢，奇妙的生命密码呢，传在我的心里。大家知道吗？生命的奇迹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相信。你们大家今天到这里来，是不是相信你们会得到很多快乐跟希望呢？对，回答我一下。对，我相信，我相信你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外面太阳那么大，你们会愿意坐在这里，然后听着我们太阳老师来跟各位传播的青年之夜的心语。那么，假如生命的奇迹呢，第一件事情你要相信的时候，它就像一面镜子，你爱它。他知道，他也一定会爱你。若是你觉得你相信你自己是很棒的，但是生命老是没有很快就回报你，这个时候我就要特别在这里祝福你，因为正常的人生是这样子的。大家有没有觉得人的一生当中需要很多的等待？每一个月呢，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北京。早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台湾做百货的事业，那么到了北京呢，有一段特别的机缘呢，让我做了艺术跟文创。上个月呢，我就在北京呢，有一个第一个在国家博物馆里面展出艺术家的作者。这个作者呢，他研发了一个特别的艺术。那么这个艺术家呢，他来自于东北，他发明了这个特别的艺术的东西呢，他用了特别的原料跟他特别的画画。那么我知道雨纯跟我讲了这个超级密码的这本书的神奇以后呢，他最初呢把这本书送给我以后呢，我看了以后呢，我当然内心觉得他很奇妙，很特别。刚好在这时候呢，我同时参加了北京的清华大学的积极心理学很多的研究。我跟一些老师呢，就把太阳老师的这本书呢拿起来，大家共同来做一个探讨。而生命的奇迹出现了，在清华大学呢，在北京是一个很重要文献的学府。那么七月三号呢，这本新书 BG 艺术老师张方春的新书发表的时候，我邀请太阳盛的老师，用他很特别、很传神、也很动人的声音，在现场呢，我播放了他来自于美国寄给我的声音。那么现场呢，有将近300位的清华大学的师生，还有方森老师听了他的声音的演讲，有100以上的人都掉了眼泪。我不晓得我今天会被邀请上台，因为前天我跟太阳老师聊的时候，突然间内心会有这种感动，不然我会带着这个影片给大家看的。所以呢，好几百个人呢感动驻足，因为呢，我今天也特别为了这件事情，想要来做千年之约的见证。刚刚我介绍的这个艺术呢，它很新，所以我第一次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里面，大约是2003年的时候，它得了国家金奖。那么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展出油画的艺术家。我看到他的艺术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很澎湃。有多么的神奇呢？我也希望有时间大家可以聊看一下。那么在中国有一个科学家高哥老师呢，他说过 BG 的艺术是特别充满了特别的能量的。谈到能量这个地方呢，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超级生命密码呢，跟张望春老师呢有很多的连结。这个艺术家呢，没有见过太阳盛德老师，但是他去找遍了他所有的网站，因为呢，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在得了国家金奖的时候呢，他的话没有被很多人知道，但是在7月3号呢，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所办的这一场 BG 艺术的发表的时候，来了一个从美国心理学教授回来的卷子，他呢跑过来问 BG 张望春老师，这样子的艺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现场200多个人围着过来，那个记者会呢，比今天的人还更多。
大家呢一起在问这个太阳圣德老师的声音是从哪里传过来的。我说我是用科技，那么这次我回来台湾才会看到太阳圣德老师。今天呢，我想跟各位提的重点是，这个东北的艺术家呢，他听了太阳圣德老师的这个声音以后呢，连续有一个礼拜，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他说，其实人跟人之间都是有能量的。他告诉我说，其实东北的艺术家他在国家博物馆里面做艺术展览，按照正常道理他不会被台湾的收藏家收藏，而且还跟我有很多两岸文化的合作。那么后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千年之约的那些网站里面的一些好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因为呢，他自己跟他的学生是这个人呢，去查了千年之约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好朋友的见证跟发表，有了很多很多的感动。那么我今天呢，特别在现场的时候，我想跟各位讲，其实人的心里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寞，人在一生的当中会有一些虚空。但是呢，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尝试做一个见证。从我开始知道《生命密码》的这本书以后呢，像刚刚的妹妹他们说放在身边，放在枕头里，其实我更建议大家放在你的心里。等一下太阳老师呢告诉各位，每天回去的时候你应该在家里怎么样做的这几个方法，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切切的能够了解这些东西对你们生命的力量。因为呢，这个东北的艺术家下一站呢即将要跟太阳圣德老师约会在北京，原因的重点就是他最近也刚出了一本书，而这本书呢是清华大学所主编的。各位知道吗，很多学者以能够进去清华大学被刊登到他所有的言论而变成是一生的荣耀。但是就这么巧合，我邀请了太阳圣德老师为这个艺术家来写序。那么第一次被审核的时候呢，能量遍布整个清华大学，他们同时把太阳圣德老师的序给看进去了。那这本画册呢，现在目前回来台湾的时候呢，我有机会的时候再请宇淳，因为宇淳是这边的志工，而我大部分有一半时间是在北京。接着下来，我想很郑重的跟各位推荐这本书《幸福跟着来》。大家都知道，幸福力是很重要的一种力量。那这本书呢，为什么跟大家有很重要的连接？我想细部上大家可以上网站来查这本书。但是我要提的重点就是，你只要相信你要幸福，你只要相信你可以幸福。今天台湾有很多小孩子，有很多社会，很多的抱怨，很多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心里，若是你是健康的，你是快乐的，那么在哪里都可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今天能够在这美丽的午后时刻呢，大家来相聚。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在这个演讲里面得到很多的幸福。所以我用这本《幸福跟着来》跟各位大家来共同做勉励。希望下一次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见证。谢谢大家，谢谢。